不好意思，人家在练腿。哦，这是在演什么？好可怕啊！我是大热门的腐败超人，我要把你撕下的样子。 哎呦，哎，流了一身汗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湿哒哒的。你们可不可以等我，就是运动完再来拍，不要现在拍。哦，是哦。IG 上面都运动完才拍，或者还没运动才拍的。哦，原来。So that's that，刚照片都给我删掉，全部删掉。Let's go。哎呦，天哪！气色感觉要修超多了，我的天哪！太夸张了吧？磨皮美白，太夸张了吧？弯妆做得很好，这个嘛，这个软体很厉害，对的。他是用哪个软体？那个俊强，你好像没有这么兴奋。你怎么转过去了？为什么？他的肢体都转过去了。肢体已经没兴趣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谢小欣平常你在做什么。来，为什么他穿那样的？算了算了，女生运动之后的湿湿哒哒、脸红红的状态，我最大好き。最大好き。不好意思。人家在练腿哦，这是在演什么？好可怕啊！我是大热门的腐败超人，我要把你撕下的样子。我的头骨疼，我的疼啊！哎呦，哎，流了一身汗哎，有没有看到？湿哒哒的。你们可不可以等我，就是运动完再来拍？不要现在拍，啊是哦。IG 上面都运动完才拍，或者还没运动才拍的。哦，原来。So that's that，刚照片都给我删掉，全部删掉，很丑，这样很丑。啊，好了好了，那我要拍比较好看的，对。你要拍好看的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要拍美哦。OK OK。是一定要修图。OK， 我有自信。这个都是汗呢，身上。躲掉躲掉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嗨嗨嗨嗨嗨嗨，这个这个，嗨嗨。这是什么？是在干嘛 ？OK， 拍完了。OK， 对，那是新的最真实的样子，最完整。不好的要做删掉。哇哦哇哦！那平时是这样的，还有湿哒哒的汗水。哦，湿哒哒。对，哎，连这个汗渍到现在都还留着。汗水，湿哒哒，真的完整哦。运动完的汗水。现在经常运动吗？经常运动。小钟在健身房遇到，认不出来。我跟小钟同一个健身房，他常在骑脚踏车，我每次都走过去，然后拿那个手机就这样拍，然后互动，就说哎讲几句话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他也讲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小钟哥。然后讲完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请问你哪位啊？”啊，他真的不知道，真的认不出来。怎么可能？我是谢欣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认出来啊，因为我都没有化妆。就是我觉得你去运动就是要最舒服的姿势，舒服啊，对啊，你不可能化一个大浓妆去运动嘛。而且运动是在排毒，你们知道吗？嗯，流汗卡住啊，对，不是不差很多吗？俊，你觉得呢？没有没有，你为什么发抖？你为什么？你转过来一点点，转边了。来来来来，看看你这个无滤镜来哦，不会差很多，真的吗？哎，在做腿推的时候，对腿推，我比较担心是俊奖拍的摄影技术。一，糟糕，二三。嘿，蛮可爱的耶。其实这个是哎，比原本的好哎，蛮可爱的。汗水，汗水，锅掉。因为这两张角度要一样，对，它就是要拍差不多。哎，其实是蛮可爱的。像这个就还有一点点那种汗流浃背的性感。他无滤镜的照片比他有滤镜的照片好哎。嗯，就差哎好很多，因为你滤镜真的开太强，你那个有点像，这就是我讲那种开太强，然后粉整个那个很像一张面具，脱离现实就会直接跳过的照片，不太像这样子，反而很真实，过犹不及啦。对，反而很真实的照片更吸引人，会想要去点赞。可是这个照片会有5000个赞，这个大概500个。5000个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部分哦。专家，那你那边要加强，对，没有没有，谢欣，我告诉你，那边要加强。你如果把这个遮住，会有9000个赞。对啊。